讲修行，落实于生活，讲经典，应用于人生。欢迎来到禅心学院，聆听达观师父教诲，开启智慧人生，畅谈六祖坛经五六二，不守空寂。整理者心灯，读诵者心烟。五解脱知见相，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沉空守寂。当你的内心贪嗔痴放下时，你自己就解脱自在了。但你不能够讲我从此就没事了，你身边的人都不自在，你怎么可以说你自在就好呢？就好像如果你的国家中只有你有钱，只有你能够活下去，而其他同胞没有钱活不下去，你能没有事吗？你想要修行开悟，为了个人解脱，这叫做解脱道。你想开悟，原则上要依照三法印，即开悟的三个步骤，要先观诸行无常，然后从此中体悟到诸法无我，最后才能达到涅槃寂静。这就是解脱开悟，是小乘人的境界。但是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的开悟，事实上你的生命并不能产生光和热。世尊曾经很严厉地斥责过这样的人，称之为骄牙败种，也就是一个开悟的阿罗汉只求个人解脱，不愿意去利益一切的众生，就像一个种子不能再生长，故称为骄牙败种。佛一定会先鼓励没有开悟的人开悟，但是你一旦开悟了却停在那边不求长进，就要被呵斥。比如你刚开始读幼儿园，便要鼓励你读小学一年级，你不要毕业之后就不想升学了，你还要再继续，要培养更多的能力，你更有能力时才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。不过一般人培养更多的能力是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你赚了更多的钱，假设你没有善用，你的人生有可能掉入欲望的陷阱。自己解脱即解脱道，而帮助更多人解脱即为菩萨道。所以第五为解脱知见相，此知见跟未悟时的知见不同，未悟时为邪见主见，而此知见即悟后不断学习智能。一个人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就是因为他明白一切都是缘生缘灭，真正的我只不过是因缘假合的，所以他的内心已经止息了。止息后你不可以沉空守寂，不可以停留在寂静涅槃的状态中，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享受宁静，不愿意出来随缘度化。世尊那个时代有很多弟子跟世尊学习，快者当世尊一讲完他就证悟出果、二果、三果或四果，有的人是七天，有的人是七月，有的人是七年就悟到了。但悟到之后世尊还是继续在教他们，他们的境界若是较深，世尊认为他们可以弘法一方，世尊就会派他们到处出去弘法。但是世尊派这些弟子出去弘法并非让他们一去不返，世尊有如此的规定，你们出去之后每一年的节下安居要回来。节下安居的含义即为，第一，因为那段时间是雨季，古时候的路很泥泞，雨季路很难走；第二，
那段时间天气很火热。第三，你还要回来不断地听闻学习。第四，有很多人是在这段时间专修而开悟的。结下安居之后，有共僧斋僧的大会，那是因为以前结下安居之后有人开悟，人们要供养那些开悟的高僧。闻后思维，你想过你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心平何劳持戒，行止何用修禅。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，感恩达观师父教诲，感恩您的聆听，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